哎呀，好无聊呀，我看得找个乐子呀。饲养员又没在，没有什么其他的伙伴，哎呀，怎么办啊？嗯，让我想想，嗯，好像也没什么好点子呀，那就闻闻我的脚丫子吧。嗯，哎呀，那有点重，嗯，太臭了，太臭，那我就下去玩吧。哎呀，啊，我下来了。嗯，哎，不对呀，肚子太大了，卡住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下不来了。哎，哎，嗯，好，终于可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肚子太大了，又卡住了。哎呀，差一点点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最近怎么胖了这么多呀？真是气死本宝宝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啊？下不来呀，下不来，卡住了。这直接头往下掉可不行啊。现在怎么办呢？又没有来救我。哎呀，怎么办？哎呀，哎呀，真是急死宝宝了。哎呀，哎哎，差一点，好。哎呀，还是上不去。喂，看来是吃太饱了。好，哎呀，终于上来了，终于上来了，看来以后是要减肥了。哎，我真是太难了。好了，好了，我看看哪儿可以玩，真是太无聊。